找亮点。Hello everyone，英文中我们学过现在式、过去式、未来式，分别使用在不同的时态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说，过去习惯做的事情，或是过去的常态，而现在不做了，这时候如果用过去式，其实很难表达出来这样的状态。比方说我要说，过去我爸爸常常抽烟，但现在不抽了。英文呢，我们用 used to 来表达。Used to 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助动词 ，to 后面呢要接原形动词，所以呢，爸爸抽烟这一句呢，我们就可以说 My dad used to smoke。用 used to 来表达呢，就是有隐含着 He doesn't smoke anymore， 现在不抽烟了。Used to 呢，这个当助动词呢，一样有否定的用法，你加上 didn't 就是表示否定。比方 I didn't used to work out, but I exercise 3 times a week now. 我以前呢没有运动的习惯，但现在呢我一周会运动3次。这样你会用 used to 来表达以前的习惯了吗？我们把 used to 呢当成一个助动词，但是呢不要把这个 be used to v 搞混咯。Be used to V 呢，这里有个 be 动词加上 used 的 PP used， 这样是被动的用法。我们可以来看例句 ：This box is used to keep your toys。这个箱子呢是用来装你的玩具。这里呢是 is used to V， 表示被用来的意思。Let's try again。如果我要说，我以前都是走路上小学，现在国中了，我都要骑脚踏车去。I to my elementary school, now I go to my junior high school by bike. 试试看完成这句英文。The answer is, I used to walk to my elementary school. Now I go to my junior high school by bike. 你答对了吗？